各位梅山中文学校的同学、老师，大家好。到我们第15周周报时间，那这星期六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首先，在我们这个Coming 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的表演呢。大家都在忙着筹备。那感谢所有的家长的支持，还有老师的努力。那另外呢，我们今年又恢复了这个新年晚餐 （Chinese New Year Dinner）。那如果有兴趣的老师、朋友还有家长，麻烦到这个 PDF file 里面有一个 link 叫 Reserve Seat，你 click 以后会到一个 Google Form。然后你就可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共享这个团聚这个中文新年晚餐。那希望能看到大家。那在这个 Culture News 这边呢，我们这个很感谢这次很非常成功的 Karaoke Contest 卡拉 OK 比赛。那我等一下会公布这个所有得奖的同学，这是2024年的。Karaoke 比赛，那当然也很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 judge，他们非常感谢他们给我们的批评，给我们的这个鼓励。那我们有录一些这个花絮，那因为有同学的这个影像，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麻烦跟我们联络，我们再寄给你。那这就不再。在所有的网络上公布，以免有一些资料外流。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演讲对不起，karaoke 的花絮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络，我们会把这个录好的录影带寄给你们。那在这个 language news 这边呢，我们 speech contest 的 workshop 不要忘记是这个星期六1点钟 room 122。那这个再来就是我们这个 NCACLS host 一个 Chinese 的 AP mock test，也就是模拟考，帮同学这个 level 六以上的能准备 College Board AP Chinese exam。那什么时候呢？是3月3号礼拜天。那测试的时间是12点钟到3点。那在最后报名时间是1月27号，是 virtual。那多少钱呢？免费。那我们这个Maryhill Chinese School 会 cover，所以不要错过哦。那如果你要参与这个 AP test 的话，麻烦联络我们的 language team@mhcs-nj.org。那详情请洽这个模拟考中文的模拟考试。那重要的有3个时间，第一个就是1月13号，也就这礼拜六的 Speech Contest Workshop，由我们的 Jean 为大家服务。那还有1月20号，我们有 Chinese New Year Performance Rehearsal。那还有1月27号的期末考，不要忘记了。那再来，在这个 Food Vendor 这边呢，就是这个礼拜六有台湾小吃，还有金华手工包子。那在下礼拜，如果你还没有订的话，下礼拜1月20号是口福居，还有 Amy 的台式肉粽，还有台式肉圆。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同学、老师、家长，麻烦在这个我们校长寄的 PDF 上面有一个click here to order。那 click 以后呢，就可以提前预定你想要吃的美食。在 public relationship 这边呢，我们。这个 Chinese New Year looking for donation。如果你家里有这个未开的玩具啊，或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做这个 Chinese New Year 的 raffle，gift card 也可以啊，unique item 啊，or service，这个我希望你们能够有给可以 donate 给学校，那帮助我们可以 raising fund。那这个是希望麻烦你，那我们会给你一个那个 tax receipt。那在 Community News 这边呢，跟上次提的一样，就是在我们的这个2月10号 Bridgewater Common Mall，400 Commons Way Bridgewater 3点钟，12月10号的3点钟，还有 Mellow Park 是2月18号在 Edison 的 Mellow Park Mall，1点钟。那如果有兴趣参加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欢迎加入他们。那还有就是 TCM 庙呢，因为这个popular demand， 他们将会有这个 TCM 庙的 online workshop， 由这个PCLS TCM 庙准备。那他这个 schedule 是改到，记得我的 schedule 是改到每 every other Friday， 所以八点到九点，晚上八点到九点。那 next four session 是1月12号 January 12th， 1月26号，事实上就今天晚上吧。然后还有1月26号，还有2月9号，那还有第四次是2月23号。我在讲的是1月12号、1月26号、2月9号，还有2月23号。那如果这个大家有 conflict 在这个2月9号的话呢？我们可以再 coordinate 这个 TCM 要愿意再 coordinate 这个时间给大家。那最后在公布所有得奖名单之前呢，就不要忘记，如果可以参加我们的 Chinese New Year Dinner Celebration 的时候的话呢，麻烦到这个看校长的 email 里面有个 reserve seat， 能跟我们一起见面。那还有这个再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没有打开的礼物啊，新年的礼物啊，如果你可以 donate 给学校，给学校这个 Chinese New Year Raffle， will be much appreciated。 那最后呢，就是我要公布一下2024年卡拉 OK 比赛的结果， 2024 Karaoke Contest Result。 在 Solo 组，在 Group A 第一年级组这边呢，第一名是由我们的蔡百里同学，第二名是伍义德同学，第三名是我们的郭品贤同学。那 Group B 呢，这中年级的第一名是郭正贤同学，第二名是孙欣然同学，第三名是董玉泽同学。那 Group C 高年级组的第一名是杨燕如同学，第二名是董陈婷同学。那 Duo 这边呢， Group A 的第一名是Group A 也是低年级组的第一名是郭品贤还有王博远同学。那中年级组这边是第一名是 Group B 的第一名是黄燕翔还有彭文贤同学，第二名是董玉泽还有董云宽同学，那第三名是郭正贤还有萧秀婷同学。那Group C 这边呢，第一名是陈义荣还有苏逸飞同学，那第二名是林真韵还有江子成同学，第三名是董陈婷还有陈佑瑞同学。那我们很感谢他们的参与，也恭喜他们得到奖项。那也谢谢所有的老师的参与还有所有的 admin 的参与，谢谢大家。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